玛丽，居然敢挂我的电话，放我鸽子，有你好看的。请等一下，你是谁啊？我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为了你，我一定要变回来。卡卡是我心目中唯一的女神，就在我以为可以成功跟她约会的时候，哇，卡卡又是排第一啊，不愧是女神，简直是完美。女神的运动也很棒哦，喜欢她的人手牵手可以绕翔大三圈呢。玛丽，你就别做梦了，想和女神约会你还不够格。你除了天天宅在家里打游戏，你还会些啥？想追卡卡省什么，我只想和卡卡说说话，哪怕一句。原来你也喜欢这本书啊。嗯，我靠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怎么变成女人了？超级，这胸部，还有，没了！马玉和，你这身材简直太完美了，姥姥的千年金锁就是厉害。今天我是带姥姥来报答你当年救命之恩的，马玉和，感谢我吧。我不是马玉和，我是玛丽。卡卡约我见面了，死狐狸，我该怎么办？你不是马小姐，姥姥的千年金箔，我给错人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变回男生唯一的方法就是生个孩子。嗯，为了卡卡，耗子只能委屈你了。我靠，卡卡真的在这里，他真的在等我。不对啊，我现在这个样子怎么去见他？卡卡，其实我是马。玛丽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公子轩的女人。玛丽，你快走，报告好我的领导，我会去找你的。来吧，呀！卡卡。